老师好，我是1403号选手杨青云，我今天带来的歌曲是《失落沙洲》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来，回头才发现你不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找我来？冷场那么长时间，我他们都没有拿话筒的意思。那个你的演唱呢，既有你有一定的唱功，有一定的演唱技巧性，那么就是说相对给我们的感觉呢，就是你们投入不是真实的你的投入，所以的话呢，就是说你的技巧性表现了很多，没有真正的用歌声这种来打动人。那么一般像我的，因为已经是两天了，根据我的经验到这种状态的话，你有很大的可取之处，但是呢你有一定的唱功，这就导致了你的一些毛病已经形成习惯了，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很犹豫的一个地方。要么就是只有一个圈，要么就是待定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难的抉择。为什么都在这儿犹豫？我们商量一下。是这样，就为什么我不说，因为杨青云是我很熟悉的一个选手，因为他在众多的比赛当中他非常擅长唱这种大歌，大起大落的大歌。但是我犹豫的一点就是，我是觉得那目前这个审美的状态是不是还能够接受这样的歌手，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讲到的，你的习惯已经非常固定了。我可能之前的两三年看在很多比赛看到他的演出，就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下来的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了。我很担心能够走多远，就我很希望能够支持你一票，但我也会担心说这种审美是不是已经不是时下能够接受的，就是不是那么走心的一种状态了。对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替他拉一下，我觉得技巧及各方面是 OK 的，只是走得长远远不远的问题。嗯，那就待定吧，好不好？好呢，谢谢老师，但你要加油，王青云。好，谢谢老师。